Roma.塞車啊！不過咧，唯一好處就好天啊，遠處啊雲霧繞繞啊，喺度霧長。不過今日就塞車啦，好咩？温哥華係一個浮仔嚟嘅啊，講就好聽嘅名字就好聽，不過咧，其實咧。我想如果全世界来讲中型城市算不算呢都未知加拿大入面呢就是一个中型的城市那条路得那几条桥得那两条一到上落班呢就塞车塞死你这些是家产温哥华产温产不求发展只求稳定反正有橋過就是了再起一橋以這裡的規矩來說這裡的程序來說呢我想起一橋由它諮詢民意開始到的起程呢我想都五六十年了應該都差不多要因為太多嘢要兼顧啦，咁方便啦，工程嘅錢啦，仲有環保啦，咁政府啊轉一轉咁跟住又可能有唔同嘅執政黨出嚟啦，有唔同嘅利益啦，好啦，點解塞過橋嘅啫？路啊得個路啊路啊嗰個一兩條啊，橋就係得嗰兩條。所以點解話要投票咁啊？要改變。不過來來去都有幾個黨噶啦，有心機好啦。由 Polygon 高桂林市中心高層名苑 Sephora at the Park 站頭播出。加拿大公民电台新闻报道。咩啊？记者梁兆坚报道新闻。自由党喺 BC 省失去议席，导致杜鲁多无法喺昨日嘅大选赢最大多数议席。素理列治文 Landy Mission 同枫树岭嘅选民都改投保守党。保守党喺 BC 省赢取17个议席，新民主党同自由党各自赢取11个。綠黨兩位國會議員在溫哥華島所屬選區勝出，另一位候選人就在 Fredericton 勝出。中國外交部人事事務特別代表劉華說，中國憲法等法律充分尊重並保障公民言論自由，政府不斷暢通民意表達渠道，創新群眾監督方式，建立便捷高效的網絡表達平台，創新群眾監督方式。有關言論自由問題的互動對話時指出，去年中國互聯網上網人數8億3000萬，網民每日產生的信息3000億條，全年出版各類圖書95億冊，報紙期刊近12000種。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產生量，亦都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思想。在香港新聞方面，教協回應日前八大校董會主席發出的聯合公告，認為內容措辭強硬，強調懲處給人印象相當負面，呼籲各院校校董會應以和善、關懷及體諒的態度和方式應對校內的爭議，包括加強同教職員及學生的溝通，以及向學生提供應有的心理輔導和法律支援等保護和支援，確保校內正面對訴訟的教職員和學生能夠得到公平的對待。新聞報道完畢。高桂林市中心最密切所在的高層名苑，玻璃港精心策劃的 Sephora at the Park 寬敞的二及三房精品住宅，售價僅由689,900起，仲送你25,000元大禮，便利的天車站緊掃路之遙，兼具繁華都市的活力。好啦，終於過了龍橋啦，總設施應有盡有。 Sephora at the Park 熱烈火熱發售中，展銷中心地址高桂林派對路。
1135号，请点击 Polycom 新闻提要，由普利盖高贵临时中心高层名媛 Sephora at the Park 赞助播出。想寻找与众不同脱颖而出的方式吗？捷豹 F-Pace 豪华轿跑 SUV 的特殊优惠，正是让你超越平凡的大好时机。在限时优惠时间，全球所剩无几的2019年款捷豹 F-Pace 最高折扣可悭7250元，选购示范车亦可享有额外优惠折扣。请到网位于低六零元的捷豹授权经销商了解详情。优惠于10月31号截止。由连续30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财玉赞助播出。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大风，最高气温摄氏。啊，今日好天啊，连续落咗好多日雨啊。指数最高系温哥华嘅秋天就系最麻烦，又系雨啊。最低温度6度。明日天晴，春天就系又又系雨，唉，秋天又系雨。机会20%，晚上个浪机会10%。啊，九把等于落雪。20%。大温哥华小雪。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最西风。风速每小时31公里，湿度系94%。天气报告由连续30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财玉赞助播出。早晨 ，Tony， 又喺度饮白兰氏鸡精啊？你朝朝开工前都饮，系咪真系有效噶？一早翻工，大脑依然喺睡眠模式，所以我饮白兰氏鸡精，大脑开机，全速投入工作。瞓多2个钟好过啦，饮咩鸡精？鸡精、鸭精都会。咁样放工后仲有精力陪屋企人。白兰氏鸡精一喝开机，驱动更强嘅我。1470天地线交通。今日嘅意外方面，系温哥华嘅1号公路西行方向美道希城街有线有撞车，喺扫理嘅1号公路拐子咁塞啦。176街亦都有系有事故，喺三角洲嘅99号公路北行方向美道17号公路交汇处有撞车。喺路面情况方面，屋桥同埋拉桥嘅北行方向龙尾都系去到91号公路交汇处。Iron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车龙排到去 Western Drive。天门桥听到一段龙尾就去到1号公路。这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Open Road Hyundai Richmond 相信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可以无拘无束咁选择梦想同掌控生活。依家系时候到 Open Road Hyundai Richmond 拍摄一部全新 Hyundai， 开启全新旅程。喺原厂认证2019年清货活动，选购2020年 Elantra， 每星期由40元起，长达60个月。驾驶体验由你主导，快到 Open Road Hyundai， 隶属 Open Road 汽车集团，位于 Lansdowne Center、Mineral 及 Elderbridge。好，搞掂。新嚟就頭先嗰個上橋嗰啲頸口位咯。2018年總銷量冠軍。海曼藏玉由1989至2018年連續三。喺温哥華過嚟，北温哥華得嗰兩棟橋。兩棟橋，依棟橋算唔塞噶啦，已經。另一棟橋塞到你都唔使行嘅。都係100几十年嘅橋噶啦。错过 The Break 大型促销活动的最后机会，周末到 The Break 全店有咩听啊？听广告。会唔会正常又唔会同呢个自由党话摆明居马去合作嘅？呢个唔会嘅。咁但系某种议题上咧，咁啊讲数咧，我谂咧就即系变咗自由党都有机会咧喺个小小政里边咧都系运作一段时间吓，起码2-3年。咁啊，到自己个位置着数咗啦，咁啊即系自己稳阵啦，咁啊重新再大选，咁有个机会啦。其实咧，灰省咧就系贪得无厌嘅，因为我哋咁多省份嚟讲都系好唔满意灰省嗰、那个，即系佢有嗰个自治权啦。系咁嗰个香港政府要求多多啦，但系佢对于加拿大嘅贡献咧，我唔敢话佢冇贡献，但系咧就系、是、对于其他各个省份嚟讲咧，比较咧就系贡得少啲咯。咁我认为咧就话，如果你培養或者夫人政權更加得勢嘅時候咧，分分鐘咧恢復個氣焰咧，又再次燃起啦。咁啊係，咁啊就當年因為其實咧就呢個東巴克省咧就基本上聯邦政府當年因為佢哋嘅公投又話點分裂啦，又啲流程咧，咁啊往後咧就為咗搞掂呢樣嘢咧，咁大家就話俾一個東巴克省就係一個獨特嘅社會啊，華明獨特嘅啫，乜都作數過嚟嗰啲，另一方面。
即係你灰省政府可以話要求幾多個移民配偶就幾多移民配偶，但其他省份唔可以嘛。係，咁但係問題好多以第一時咧，好多都唔關呢個灰省，即係都佢跟跨嗰啲政權嗰度嘅事嘅。譬如話呢個油管咁啊，佢唔會理佢嘅，啊咁所以佢唔會俾阻撚。如果你起咗咧，由東由西岸出啦，唔係由東岸去庫即係庫運嗰啲石油嘅話咧，咁對佢經濟都有影響。有著數，咪有著數。係啊，唔係我意思係講堅啦，摩其實即係加息呢單嘢，佢仲未搞掂啊嘛。咁你係搞掂咗之後，起碼呢方面佢唔會阻住阻撚有咩任何嘅動靜啦。咁問題就話，即係如果剩翻來數，佢全部少數黨裏邊咧係唔夠議席，係要即係推翻呢個自由黨嗰個決定嘅。咁所以咧，可能咧就可以久遇殘存一段時間。係啊，咁大夫上個宗教頭飾咧，好多問題仲未解決㗎，佢違反咗加拿大嗰啲多元文化嘅。今次咧就全部咧就好多嗰個投票，即係嗰啲候選人咧都喺自己嘅選區啊，同埋都能夠咧就即係相繼贏咗啊。咁特別係即係呢個自由黨方面啦，咁佢自己喺個選區都大勝啦。咁早面城咧就喺呢個南，即係本南比南區咧都係一個勝出嘅嚇。咁即係比佢過往即係之前咧都唔係贏好多，咁啊空降落嚟啊嘛。因為咁啊之後咧就即係得到各方面嘅支持咧，同埋後期佢個表現咧，所以喺佢自己個選區咧都得票唔少嘅嚇。